Please don't take my sunshine away.但不然我都不用睡觉。然后像我现在就是肚子已经越来越大，就翻睡觉翻身就很困难。然后像弯腰那种剪脚趾甲、穿袜子，很累。然后因为怀孕，我觉得那个是身体的荷尔蒙会影响，就是其实多多少少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忧郁。对，但我现在看到你们，我就好了。说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你阿公跟你爸爸还在的话，他们才不会让你这样。